在上一集中，王立群先生讲到，刘邦虽然先于项羽入关，占据了咸阳，但他知道自己的十万大军不是项羽四十万大军的对手，迫于形势，刘邦只好向项羽低头，并决定第二天赴项羽的鸿门宴向项羽解释。当时项羽虽然已经取消了用军事手段消灭刘邦集团的决定，但是踌躇满志的项羽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他争锋的诸侯。他在鸿门宴上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是刘邦集团的一个神秘人物却在关键时刻突然打乱了项羽集团的计划。那么刘邦究竟是利用怎样的奇迹成功的逃脱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将以史学家的眼光为您揭示鸿门宴上不为人知的秘密。上一讲我们讲到，在鸿门宴之前，刘邦利用项伯初步蒙骗住了项羽，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就说他躲过了一劫。如果他要不利用项伯，这个他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他得到消息了，再一个他抓住了项伯。如果没有这两个优势的话，那么项羽第二天的这个军事打击，那就意味着刘邦集团的彻底覆灭。但是躲过这一劫，下面还有一个鸿门宴呢。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只要说这请你去喝酒，这个酒不好喝，你就说这个酒就是这个宴就是鸿门宴，充满了凶险的那种宴会，我们叫鸿门宴。鸿门宴这个酒宴到底怎么喝？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史记》是这样写的：这个沛公就刘邦啊，带着这个100多个随从来到了鸿门，谢月说：“臣与将军努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冉不自缢，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前面有一个谢月，我先说这个谢。现在很多人给《史记》做注，包括我们现在绝大多数高中语文课本选鸿门宴的时候，为鸿门宴注释这个谢，都要么不注，要么注成谢罪，啊，谢罪。我觉得这个谢绝对不能讲成谢罪。什么叫谢罪呢？谢罪是首先承认自己有罪，然后我向你道歉。刘邦能承认自己有罪吗？刘邦的意思是说，我对你是100%的尊敬，我等着你来，你误会了我。他是解释的，他不是谢罪的，所以这个谢不能讲成谢罪。他下面的话，刘邦下面的话大意是这样的，说我和你啊并肩作战抗击秦军，你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这是一层意思啊。第二层意思什么说呢？说我都没有想到我刘邦能够先入秦，到达关中，又在关中接见的将军，我没有想到，这叫不自缢，就我没有自己想到我先进来。第三层意思怎么说呢？现在说有小人挑拨离间，让咱们哥们儿闹矛盾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刘邦这番话有三个要害。他第一层说你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咱们共同抗秦，啊，共同抗秦。
这段话如果叫我来概括，这第一层什么意思？两个字，叙旧，叙一叙当年咱俩的老交情。我们下面还要讲到项羽的性格有他的弱点，项羽的性格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念旧，用人不用别人，只用自己的老同乡老同学，这就是念旧。念旧有他好的一面呐、念旧也有他不好的一面啊。这个刘邦上来来了一番念旧，就是说了当年咱俩是老战友，这个话可是用心叵测啊。他这个刘邦跟项羽的关系我刚才讲过了，抗秦的时候他俩是友军，秦一王他俩是敌军，刘邦只字不提咱俩现在是对立的军事集团，光说当年咱俩如何如何。项羽本来就不知道他们两家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变化有一个演变，项羽本来就糊涂。刘邦这个叙旧什么意思呢？是让糊涂的项羽更糊涂，叫他糊涂成一盆酱子啊，让他彻底意识不到他和刘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就是念旧的目的。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那么他是说我没有想到我能先入关呐、这个话要叫我来概括，我们用文雅的两个词叫什么呢？叫逢迎。通俗一点讲，拍马啊，拍项羽的马屁。不过刘邦拍得很高明，刘邦采取什么办法来吹捧项羽呢？贬低自己。贬低自己就是抬高对方的最好方法啊。他说我没有想到我能先入关，那言外之意什么？言外之意在我的心中先入关能够灭秦的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你项羽。这句话一听，那项羽心里那是美滋滋的，项羽的自尊就得到很大的满足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说有人挑拨离间，让咱两个集团发生矛盾呢。这个话的要害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话的要害如果我们概括一下，这叫化必然为偶然。挑拨离间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刘项两家的他们的矛盾是带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我刚上一集讲过一句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现在刘项两家的利益已经冲突了，所以他两家的矛盾是必然性的矛盾，不是小人挑拨离间偶然性爆发的。所以刘邦这一段话我用四个字概括，叫鸿门说辞啊。刘邦的鸿门说辞，这个鸿门说辞了不得啊！先叙旧，拉近两个人的关系，再逢迎，满足项羽的自尊，最后化必然为偶然，化大为小，避重就轻。而且这个话你是出自刘邦之口啊，我们通读史记，史记中间写刘邦说话最常用的是两个词儿，刘邦一说话就是高祖骂月，汉王骂月，沛公骂月。我没有统计，但是我见到的凡是司马迁写到刘邦说话了都是骂月骂月，给人的感觉是刘邦张口就骂人，不骂人不张口。可是现在他一句骂月都没有了。刘邦还有一句口头禅叫乃翁，乃翁翻成现代汉语什么呢？就是你老子。刘邦从来不说我，他用什么字来代替我呢？就你老子啊，你老爸。
他一张口就是我是你老爸，就这样来，乃翁如何如何。可是刘邦现在对项羽说了这番话，既没有骂月，又没有乃翁，多么谦恭啊！这在刘邦一生中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为的是避开这次打击。这就是刘邦政治上精明之处。项羽听了他这番话，听了这个鸿门说辞，项羽作何反应呢？项羽作何反应？我们看项羽怎么说。司马迁在这里写了项羽一句话：“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即何以至此？”我解释这句话的大意啊，他说：“这是你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要不是这样的话，我项羽怎么会对你这个样呢？”这里有一个字叫“即”，不然即何以如此？这个“即”我解释一下啊，这个“即”是项羽的名字。项羽实际上姓项，名即，字羽，他叫项即。古人有一个习惯，古人有个什么习惯呢？他给对方说话的时候，称自己的名，就是对对方的尊敬。所以项羽就是不用我，用了一个即，说如果不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这么说，我怎么能对你这个样子呢？这一句话断送了曹无伤的命啊，这一句话也道尽了项羽的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人家是一派谎言，他竟然惭愧得不得了，无法向自己的哥们儿，向自己的老战友解释了。他推出曹无伤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用曹无伤为自己开脱责任。这说明项羽已经内心里非常难受，我们用一个词叫什么呢？用一个现代词叫忏悔啊。项羽现在却后悔得不得了啊，充满上忏悔之情。可是刘邦你看，人家一番谎言就把项羽给蒙住了啊。这一蒙住，这个就算两个人的关系解释开了啊。到这儿为止，项羽算是彻底受骗了，再不认为刘邦是他的政治对手了。听到老战友刘邦这一番甜言蜜语、谦恭卑微的说辞，项羽的自尊和虚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他真心诚意地为自己差一点毁灭掉刘邦集团而感到内心忏悔。可以说此时的项羽看不出秦王以后即将出现的楚汉相争的新局面，更不相信与自己表面和解的刘邦正是自己未来最大的敌人。而项羽集团的谋士范增却时刻准备对刘邦进行斩首。在关键时刻，刘邦集团杀出一个神秘人物，公然指责项羽，而一向爱发脾气的项羽却被震慑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所想的那个鸿门宴上有没有斩首行动，至少说在项羽这儿没有了。项羽当天就对刘邦坐下来喝酒，这就是鸿门宴啊。鸿门宴中间表现了项羽的那个自傲啊。项羽这个人的头脑很简单，他自尊一得到满足，他就得意得不得了。我们看他那个座位，这个古人的这个座位呢，他是这样讲的：如果这个堂上对堂下而言，面向南坐是最尊贵的了。这是堂上对堂下。如果仅仅就堂上而言，面向东的位置最尊贵，项羽就坐这儿了。面向南的位置次尊贵啊，次尊贵，所以这个范增就坐这儿了。面向北的座位是第三等的座位，刘邦就坐；面向西的座位是个最次的座位，张良就坐。我们从这个座位上可以看出来，那项羽是一副自傲啊，一副自傲。刘邦这么一吹捧他，
他也觉得刘邦也服他了，很得意。但是项羽集团并不是只有项羽一个人呐、啊，项羽一个人糊涂，并不等于项羽集团所有的人都糊涂。范增能放过刘邦吗？范增放不过他了。下面范增一连串就做了两个小动作。第一，咀嚼啊，咀嚼。嚼什么东西呢？嚼是一个圆形的佩玉，有一个缺口，有一个缺口的圆形佩玉叫嚼。这个范增啊，就举这个嚼，不断的举这个嚼，向项羽发信号。发这个信号什么意思呢？他用这个圆形佩玉这个嚼，谐个音儿，谐什么音儿呢？谐那个决定的决，让项羽赶快下决心做决定，赶快实施斩首行动，就在席上给刘邦杀了。但这个时候项羽能杀他吗？项羽这个时候已经觉得很惭愧了，内心充满忏悔了，他不可能再杀了。所以范增是一个劲儿的咀嚼。司马迁写项羽呢，写了六个字：项王默然不应，根本不理这个茬儿。一看不理这个茬儿，范增采取了第二个行动，赶快出来，召集了一个项羽的堂兄弟，叫项庄，这个人是个武士，他告诫项庄，你就进去舞剑。舞剑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就在舞剑的时候把刘邦给杀了。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然后这个项庄就进去了，说你们在这喝酒啊，没有什么娱乐，我给你们舞一段剑，给你们助助酒兴。项羽一听答应了。当时在座了还有五个人，我们听一听看看这五个人。项庄是刺客，他的任务很明确，杀谁？他很明确，杀刘邦。范增是指使刺客行凶的主谋，他也是很清楚。刘邦是被刺杀的对象，以刘邦的老道精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想刘邦一定是心知肚明，肯定很清楚。张良明白不明白？张良是整个这里边最高明的谋士啊，张良怎么会不知道啊？张良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张良没有反应。这里边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政治糊涂虫项伯。这个糊涂虫这个时候也不糊涂了，他一看见这个项庄舞剑，他也拔出来佩剑，而且常常用他的身子挡住项庄，就让项庄刺不了刘邦。你看糊涂虫也不糊涂了，这可以说项庄、范增、张良、刘邦、项伯五个明白人，这在座的只有一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是谁呀？项羽。我们为什么说项羽是糊涂人呢？项羽这个时候对刘邦充满了一种忏悔之情啊，他觉得他对不起他哥们儿啊。他要是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能同意项庄舞剑吗？他同意舞剑的本身就说明，在场的六个人中间，就他不知道意在沛公。我们说《鸿门宴》集中表现了项羽的这个政治幼稚、政治糊涂。你看这个喝酒这个场，这个舞剑这个场面。是五个明白人陪着一个糊涂人在喝酒，这个糊涂人就是项羽。当然这个情况不能持久啊，这个舞剑这个舞下去，万一项伯有个闪失，
那刘邦就很危险了。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这叫刘邦的命悬一线呐、啊，命悬一线，非常危险。所以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一看情况不对，立即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赶快去找，找谁呢？找范哙。范哙是刘邦手下最勇猛的武士，而且范哙给刘邦他俩是连襟儿啊，是连襟儿，河南话叫一条船儿。什么关系呢？就是范哙的妻子给刘邦的妻子是亲姐妹，所以范哙一听这个消息稀里哗啦就闯了进去了。范哙一闯进去，司马迁写了八个字，叫头发上指，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了，目眦尽裂，姿势和眼眶，那个眼眶都快瞪裂了。所以范哙一闯帐，把这个项庄的舞剑的场面全给搅和了，项庄也退下去了，项伯也退下去了，这个酒也不喝了。这个项羽呢，就以为是刺客来了，项羽就拔出剑要准备格斗了。这个时候张良说，这是刘邦的保镖啊，刘邦的保镖范哙。这一说，这个项羽很赞赏，说你能不能喝酒啊，就给他一杯酒。你能不能吃肉啊，给了他一个没有煮熟的一大块猪肘子。范哙很豪爽啊，把他那个盾牌一翻翻过来，把那个猪肘子放在盾牌上，拿着剑一边切一边吃，很豪爽。项羽一看他这个样子，又问他，壮士能复饮乎？你能不能再喝一杯啊？这个范哙抓着这个机会就慷慨陈词，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死都不怕，一杯酒我怎么值得推辞呢？说这个秦王啊，有虎狼之心，杀人多得如麻，所以天下人都背叛他。而且怀王和大家商量，先入关破秦就做关中王，现在沛公先入了关，封闭了宫室，还军霸上，等待着大王的到来，派人把守函谷关，那是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劳苦功高，现在没有封侯的这种赏赐，你还要听小人之言，要杀沛公，这样的做法就是刚刚灭亡的那个秦朝的继续，那是亡秦之序。我私下认为大王你不会这样做。范哙这句话，这一段陈词，在鸿门宴中间是两段重要陈词之一。一个是刘邦刚来到，有一个鸿门说辞；再一个是范哙闯进来，有一个范哙陈词。这个陈词很厉害啊，这个陈词是拿秦王刚刚灭掉了秦和项羽对比，说如果你要杀刘邦，那你走的就是灭亡的秦朝的老路。这一点对项羽是有震慑作用的。第二点，他又把怀王之约给颠出来了，刘邦都没有敢提怀王之约。刘邦要提怀王之约，他怕项羽杀了他，他怕项羽认为他还想做关中王。可是范哙点出来了，范哙点出怀王之约，那私下里的意思就是说，你项羽实际上是没有遵从怀王之约，这就在道义上压制了项羽啊，压制了项羽。而且这番话又出自一个像范哙这样一个武夫之口，所以更有震慑力。在鸿门宴上，项羽杀掉刘邦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不愿杀掉自己亲密的战友，这体现了项羽的情。再加上樊哙利用怀王之约一下子点中了项羽的软肋，项羽更是不忍心杀刘邦，这体现了项羽的义。
而此时的刘邦早已是如坐针毡，鸿门宴上瞬息万变，随时都会出现新的煞气。谋士范增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这次千载难逢杀死刘邦的机会。那么刘邦会坐以待毙吗？老谋深算的刘邦究竟会有怎样的应对措施呢？不过我们仔细想一想，范哙说的这一大番话实际上是什么呢？尽管是振振有词，实际上是一派谎言。刘邦说了一派谎言，闹得项羽感到很对不起，只好撂住曹无伤。范哙又重复了一番谎言，项羽说了什么呢？司马迁就写了一个字，坐，又坐。这个项羽这个时候惭愧的竟然答不上人家的话了，就说了一个坐。这个坐把项羽的尴尬、项羽的无知、项羽的幼稚、项羽的糊涂都写尽了。这就是范哙闯进来，这范哙一闯进来，得到机会的是刘邦。刘邦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如厕就上厕所，借着上厕所立刻招范哙出来，安排逃营，安排逃走。因为刘邦再不能在这儿待了，因为项羽不杀他，他也看出来那个范增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一会儿举节了，一会儿舞剑的，你不知道再待下去有什么结果。36计，走为上计。所以刘邦一出来做了三件事儿：第一，研究讨袭，先研究研究怎么走。这个他首先商量，咱们现在走没有告辞怎么办？范哙说，做大事不要举小节，现在人家是什么呢？人家是个案板和刀，我们是人家案板给刀中间的鱼肉，任人家宰割了，你还告什么辞啊？这就决定不告辞了。第二，安排善后。你既然要走要善后，善后是两件事，第一是辞行，第二是献礼，就是善后。善后刘邦怎么做呢？首先是选了一个善后人，选的谁啊？选的张良。张良这个人选的太准了，这个人是智勇双全，让张良善后找不着第二个可替代的人。这是安排了善后人，而且还给张良特意交代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告辞了？他说从现在这个鸿门到我驻军的坝上40里地啊，我抄小路走还有二十里地，你估摸着我这20里地骑着马跑回军营，你再去辞行，你可不敢早去辞。他怕什么？他怕范增啊，万一说了早了，你刚出发就去辞行，范增再派人一追。说刘邦心很细啊，他不但安排了最合适的善后人，而且交代了最合适的善后时间。这是第二步，善后。第三步，处置随从。他带了100多个人呐、啊，100多个人全部扔下来不要了，这100多个人是死是活我刘邦不顾了。他还带了4员大将，这4员大将他做了个安排，一个都不准骑马啊，只有刘邦一个人骑马。这个我们应当做两层理解。第一，骑马的人一多，动静肯定很大，动静一大可能会惊动范增。还有一层，刘邦的一个很自私的想法，4员大将没有马，就我刘邦一个人有马，万一范增的追兵来了，没有马的4员大将只能怎么样？只能转过身来拼死力战，成了刘邦最好的一道防火墙。
我刘邦自己就逃走了。人家做了这么个周密的安排，估摸着20里地，刘邦跑到了，张良进去刺行了。说这个张良一进去，这时候我们看这个项羽啊，项羽在鸿门宴上已经说了2次话了。第一次说话什么呢？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集合一致辞。第二句话说什么呢？坐。范哙说了一番话，他说坐。这是第三次说话，说个什么？沛公安在？那意思说刘邦现在在哪儿了？出去这么大会儿了，刘邦在哪儿了？刘邦安排逃袭的3件事和项羽的一个沛公安在做了一个对比。你看看项羽的糊涂到了何等程度。然后人家张良说刘邦不能多喝酒，喝高了也走了，叫我弄李送过来，他现在已经回到军营中了。把这句话特地说出来，范增也没戏了。这个项羽呢还心安理得了，把这个礼给收了。范增气得拿那个剑把那个礼一下子给剁碎了。刘邦回到军营中间，第一件事立即处死曹无伤。我们通过鸿门宴可以看得很清楚，刘邦的精明老道，项羽的幼稚糊涂。在鸿门宴后，范增对项羽没有杀掉刘邦大为生气，认为项羽不是一个成大事的人。而事后项羽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悔意，这可以说是项羽政治幼稚的一大表现。鸿门宴的结局是项羽放虎归山，刘邦成功逃脱。在鸿门宴上，项羽的3句糊涂话与刘邦的3个急中生智的逃跑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谋略上，刘邦可以说是占尽了上风，但是西楚霸王项羽凭借他在反秦战争中立下的盖世奇功，还是取得了对各路诸侯武装的军事领导权，成为事实上的秦末领袖。项羽当之无愧的是武力成雄。项羽坚信只要继续做自己的马背英雄，靠着武力一定会夺取天下。事实果真如此吗？项羽这个人太看重武力的作用了。换句话说，项羽是重军事轻政治，他不知道这个政治这个策略的重要性，他只强调武力。当然有一个基础我们很熟悉，项羽的霸王别姬。这个项羽霸王别姬他唱了一首歌叫垓下歌，这个垓下歌的第一句叫什么？叫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我们先不说气盖世，就说这个力拔山，项羽这个人是力大无比啊，力大无比啊，英勇得很啊。所以项羽迷信武力的第一个，他有一个个人的基础啊。你要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可能不一定迷信武力，因为项羽本身就是一个大力士啊，大力士又很能打仗，所以这是他迷信武力的一个基础。他迷信武力，我们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屠杀襄城的百姓。襄城就是河南，今天河南省平顶山地区的一个襄城县啊。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项羽起兵反秦的时候。起兵反秦，他攻这个襄城，攻了好多天没有攻下来，最后攻下来，司马迁写了5个字：以拔皆坑之。什么叫以拔皆坑之呢？把这个城攻下来了，他把这个城里的老百姓全部活埋了。这是项羽啊，迷信武力，他想用这个办法让所有人都害怕他，再次攻城就容易了。结果是适得其反呢、啊，这成了
指控项羽暴虐一大罪状，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在楚汉战争中间，项羽屡次他的后方的供应线被切断，就是楚汉战争的主战场在哪儿呢？主战场在河南郑州西边的荥阳，在荥阳这块作战。为什么楚汉两家在荥阳作战呢？荥阳这个地方对河南来说，荥阳以东是一马平川的豫东平原，荥阳以西是丘陵，再向西是山脉，所以荥阳是豫东平原和豫西丘陵山脉的一个分界线，把住这个地方你就不容易打进去，在荥阳打仗。而项羽的大本营，项羽作为西楚霸王，他的国都在哪儿呢？在彭城，就是今天江苏的徐州啊。这个项羽的国都是在徐州，作战的主战场呢是在河南的荥阳，中间隔了什么呢？隔了有郑州，有开封，有商丘，商丘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刘邦屡次派人切断项羽的后勤供应线，就是在商丘地区切断供应线。说商丘刚好卡在这个彭城和荥阳的一个要害，这个地方屡屡被切断，所以项羽呢经常要回援去恢复这个被切断的供应线。结果走到外黄，走到外黄这个地方，结果他攻城的话呢，这个在外黄这个地方攻下来了，这个项羽就下令攻下外黄，凡是年满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城东集合，集体活埋。县令手下有一个门客，这个门客有一个13岁的儿子，就劝说你不要这么杀人，你这么一杀人，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外黄以东这些地方都不敢再投降你了，一投降你就杀。啊，一个13岁的小孩去劝他，一劝他，项羽一听有道理啊，我要把这个人埋了，这一城人埋了，下面的城谁都不敢投降，投降一个城埋一个城，投降一个城埋一个城，那还了得啊，每一个城都要死战。项羽一听这个话全部释放，这一释放，那个民权以东的这些10几个城市望风而降，立即恢复了。所以项羽这个人他是很残暴啊，他迷信武力，但他迷信武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人去开导他啊，没有人去开导他。你看那个外黄县令手下那个门客，年仅13岁的一番开导就让项羽恍然大悟了。从上面这些原因来看，项羽的失败政治原因是第一位的，他的政治上的幼稚，他政治上的糊涂，他不懂得军事是实现政治的目的，这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啊，带来了很多麻烦。当然项羽的失败还有其他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军事。项羽真是英勇善战吗？一个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为什么最后兵败自刎了呢？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下次再讲。